一定想要赚。盘点美女女友生气后搞笑场面。以后再不暖和。我旁边这只小猪又生气了。吃什么小猪？你旁边才是豪猪、蠢猪、花猪、可怜小猪猪、猪八戒。我觉得你说的对，不要搞了好吧？宝贝，别生气了，我不是故意朝你打嗝的，宝贝，我就是想跟你贴贴。不是，我再也不吃大蒜了，宝贝，你别生气了。哎，不是佑哥，你别生气，佑哥，哎，是不是聊你呢？一二一，一二一，一定想要赚，一二一，一二一，哎哎。女朋友省七十里数星。过去吧。你生气了吗？你为啥生气啊？亲爱的，我，亲爱的，你转过来说嘛，转过来说。当你女朋友生气的时候，你就要反思自己，为什么你只有一个女朋友？亲爱的，你理我了？去年也是，前年也是，还有上个月、上周，还有今天也犯。哎，这女人呐，一天生八个回的气。怎么还生气呢？哪只眼睛看见我生气了？嗯，那你没生气，我回去睡觉了啊。咋的呀？现在都各睡各的了。嗯，那你不生气呢吗？回去睡吧。危险危险危险！安阳，以后我们吵架你就抱抱我，然后我们就和好了，好不好？好。吵架时，宝宝你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啊。那你别碰我。宝宝你别生气了。我没生气。咋了宝宝？咋了？别碰我！你什么意思呀？你现在睡觉都不碰我了是吧？你不是不让我碰着你吗？我不让你碰你就不碰，你是不爱我了？那我抱着你睡。别碰我！他说的话宝宝别生气了啊！没生气。嗯，那行吧，那睡觉。现在睡觉都说多的是吧？行，那我就下班睡。哎，别啊宝宝，你不是生气了吗？哪有这么生气的？你不让我抱你呀、啊？我不让你抱就不抱，平时没见你这么听话。哎呀，好了，对不起，宝宝，哎，错了，睡觉。